你讲就是有人挑故意，害我的车爆炸，即嘛我已经去他西方向去调查。你讲有人挑故意要害死阮阿贵，迄个是讲你做的歹代志，无人会知影，人咧做天咧看，反正我比刘湘红姐，总是有证据的。你是讲这啊？我一定需要清清气，无方亮。那为什么我拢答应你？妹夫啊，叫你即嘛为这世界小心，连我的性命拢有免搁考虑啊！ 你走！你别走！给事故留下！啊，你不是讲你无时间来送阿妈？安怎改变主意啊？你看了阿妈以后，你就随走，绝对袂当让阿妈发现。我绝对会让海西飞飞的人，不出上大的代志。你爸会当把阮阿妈送返去庄卡，我即马甲伊当拜托你，搁甲祖先讲一届。你讲就是有人挑故意，害我的车爆炸。 即嘛，我已经去他西方向去调查。你讲有人挑故意要害死阮阿辉，迄个是讲你做的歹代志，无人会知影，人咧做天咧看，反正我比刘湘红姐，总是有证据的。你是讲这啊？我一定需要清清气，无方亮。我希望讲今日着害死阿辉的人，让阿辉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做歹代志的人，最后一定受到报应。我答应你。 你要为什么为这世界小心？你我的性命拢有免搁考虑啊！走！别走，给事故留下！啊，你不是讲你无时间来送阿妈？安怎改变主意啊？你看了阿妈以后，你就随走，绝对袂当让阿妈发现。我绝对会害死飞飞的人，不出上大的代。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奕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